欢迎各位来宾莅临2020年度的稻草开幕典礼。只要答对考题，就能拿到一颗宝石。吃饱五颗宝石啊！我上。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考试开始，答对就给你宝石。第一题。恭喜答对。第二题，错。错。恭喜答对。第三题。恭喜答对！考试开始，答对就给你宝石。哈哈！恭喜答对！考试开始，答对就给你宝石。啊哈！错！啊哈！恭喜答对！考试开始，答对就给你宝石。啊哈！错！啊哈！恭喜答对！考试开始，答对就给你宝石。啊哈！恭喜答对！考试开始，答对就给你宝石。哈！恭喜答对！我是老师，最后一题的考试开始。答对我的问题，我就给你宝石。蚂蚁的英文是什么？恭喜答对。第二题，请问 elephant 是什么的英文？
喜答对。第三题，请问你喜欢哪个科目的英文要怎么说？恭喜答对！请问你喜欢哪个科目的英文要怎么说？请问你喜欢哪个科目的英文要怎么说？呀呼！第四题，这题请看英文题目并用英文回答。请看英文题目并用英文回答。Good job! Yahoo! 恭喜你成为本届的作业。